从云端看上海，风云际会，激荡心胸。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苦难辉煌，伴随着每一个朝日的升起，将历史的光芒投射进我们的心房。从它崭新地理坐标的制高点上俯瞰这座世界东方的大都市，顺着丝丝缕缕的街道理论，终于找到了我们想要找的地方。在旧中国，这条小马路叫圣母路，它由南向北贯穿了当时的上海法租界，是外国人的聚居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当年以殖民文化意义命名的街道全部更改为纪念中国革命意义的名称，于是它就被命名为了瑞金路。沿着瑞金路向北走，在与北京西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眼前这幢式样考究的红房子与瑞金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们现在在位置后面这一栋建筑物，就是当初1930年这个9月12号召开苏准会会议和筹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二楼就是那个会议室。开会的那天，有林玉南和张文秋他们在这西侧的二楼会议室大门口凝结各地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还有江苏省委主要领导都来了。1930年，经过大革命失败后3年的艰苦奋斗，土地革命的勃兴，红军力量的壮大，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党员队伍的扩大，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把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宏伟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苏维埃，这个今天人们听上去比较陌生的名词，来自俄文音译，意为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列宁领导的全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就是由工农兵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即苏维埃。它代表无产阶级行使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同志们，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一向所说必须要进行的这个工农革命实现了。以十月革命为师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把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十大政纲之一写进了政治决议案。1930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发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决定，计划参加会议的苏区和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等革命团体的代表大约有50多名。当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在它繁华的市面下充斥了黑暗、肮脏、血腥、恐怖。隐蔽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在敌特暗探满布的恐怖环境中顽强地进行着地下斗争。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为确保大会能够安全顺利地召开，中央特科经过仔细勘察，
把会场选择在卡尔登大戏院附近的一栋小楼里。那么就在这个派克路的卡尔登大戏院的旁边呢，后面就是一条小路，这个小路呢很安静，两边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三教九流啊，什么人都有。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是不太容易引起人注意。当时那个中央这个特科啊，找了很多地方，最后选中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考虑。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李一芒去做房子的主人，让刚从苏联回国的赵一敏和李一超，一个当他的弟弟，一个当他的妹妹，和他们一家住进这栋小楼，像是一家人。李一芒说，后来认识了石莲星，他演了电影《赵一曼》，我才知道赵一曼就是当年和我在一起掩护开苏维埃大会的李一超。他们的任务就是掩护，他们平时就是打麻将，这个放那个唱片，就是掩盖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把风了，对吧？黑暗沉沉中射出了一道光亮。1930年五月下旬，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各地红军、各苏区、各游击区、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香港工会、海员工会、铁路工会、济难总会、自由大同盟的代表共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建设苏维埃的任务，提出并讨论了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建设和扩大红军等问题。毛泽东、朱德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列席大会的左联作家、共产党员柔石，化名刘志清，发表了一个伟大的印象一文，记述了大会的实况。他说，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几十个人秘密地静肃地站着，姿势是同样的镇定而庄严，感情是同样的辽阔。会议就是在这样浓厚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这个柔石写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当中描写的许多场景啊，都是这栋小楼四楼里面的这个会议厅的事情。左翼作家联盟发表祝词说，这次大会的召集，其意义的庄严和使命的伟大，开中国革命史之新纪元。很快鲁迅便得到了消息，1930年五月的时候啊，左联在自己的第二次全体就是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专门还有人来报告了这个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整个情况，鲁迅也是到场的，他还讲了话。所以这个情况呢，是跟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的一个战略啊，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他是要在全国各地推动苏维埃运动。徐广平曾回忆鲁迅与共产党人会面的情形说，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溅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吗？那情形仿佛相似。鲁迅对他们款待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需拘礼的样子。
为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户籍会、反帝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代表组成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扮成南洋富商的苏准会秘书长林玉南与张文秋扮成假夫妻，把这幢房子租了下来。9月12日，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与会代表80多人。这里面故事非常精彩。在这个之前年，林玉南也是受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派来筹备这个事情，在上海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他一手操办。他装扮成南洋归国华侨的巨商，租下一栋洋房，很有派头的。连那个就巡捕房的那些探警啊，都不敢上前贸然问津。9月12号在里面召开苏总会全体会议的时候呢，他们就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先生，充当林玉南的父亲。万一有人来查，就把老先生请出来。那么所有开会的这些呢，都讲好，这一天是祝寿的。与此同时，有关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各项法令文件的起草准备工作，在静安寺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紧张地开展起来。整个这一块就是四通八达，三楼上面放花盆，如果花盆没有了，那么说明这一出问题了，进来的人都能一眼就能看到，所以就不能死进去。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并决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3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这时在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李立三认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应设在武汉，至少也要设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召开一苏大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此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围剿，致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1930年10月，苏准会再次召集上海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决定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1931年2月7日，即二七惨案纪念日开幕。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各苏区发出指示，要求各苏区推选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要求各区代表选出后需立即送达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必须在各要隘多设大会代表招待处，以便引导代表到会。但是当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还没有打通，转战中的毛泽东、朱德对中央的这些决定还一无所知，让他们尽快了解中央的部署已刻不容缓。1930年12月初，带着这个使命，林玉南以南洋商人李敬瑭的身份，携带为准备召开一苏大会的文件，秘密踏上了赴中央苏区的征途。他取水路走衢州，想先到赣东北，再转去赣南。途中他用暗语就党的斗争给战友写信说，在最近校务改革的奋斗中发现了过去的缺点，此后我更当造成
山一般的稳定，铁一般的顽强。以此自立，以后就叫我铁栾吧。铁栾，铁的山峦。当他走到浙江江山时，因为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堵死了通往江西的道路，他就不得不返回了上海。不料很快便遭到了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抓捕。在血火交织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人为扩大苏维埃运动开展了普遍的宣传活动。1930年12月29日，苏准会在上海报端发表了积极筹备欢迎劳苦群众参观苏维埃区的通告，更引起了敌人的恐慌，蒋介石的鹰犬爪牙更加疯狂地行动起来。1931年1月17日，中共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和林育南等人，还有左翼作家柔石、胡也平、冯铿、殷夫等30多人不幸被捕。此刻距苏准会决定2月7日召开一苏大的日子已经不远。据回忆，他们被押到龙华警备区看守所时，有一个关在监牢里的战友透过铁窗看到了林育南，说他当时穿着一件青灰色长袍，青灰色呢帽下两眼闪闪发光，像射出怒火似的，一对眉毛向上掀着。敌人早就掌握了这些人的身份和底细，他用不着审讯，也用不着，他直截了当就把你点名，你是哪个，你是哪个。陈立夫嘛，你大家都知道，这个军统这个头子就劝降。那个林育南是大义凛然。当林育南听陈立夫说你们共产党不行了的时候，他反驳说，我党虽小却前途无量。陈立夫说，你们想造反，陈胜吴广与太平天国胜利了吗？他义正辞严，我们不是农民起义，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民众。面对陈立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的威胁，他掷地有声地表示，我为党受难，为人民献身，心甘情愿。陈立夫他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老派头，专门布置一个新闻记者在旁边，照相机镜头都全部都准备好，陈立夫和林育南握手准备抓捕这个镜头，林育南坚决不松手，坚决不松手，所以搞得那些新闻记者狼狈不堪。在思想的交锋中，陈立夫不是胜者。他们年轻拷打非常厉害，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过个堂就算了。据中央特科工作人员从当时敌人的刑讯笔录中摘录，当时担任苏准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李伟森，在敌人提审时，他痛斥：“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你们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你们受到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1931年2月7日，在原定在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这天的深夜，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李伟森、柔石、胡也平、殷夫、冯铿等24人被秘密杀害在离龙华警备司令部不远的一片荒野上。
我父亲全部都是考证过的，他们一共24个人，他们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手铐铁镣是拴在一起的，并不是单的单这样并排走的，并不是的，是拴在一起走的。你可以想象出他们那个出去的这种悲壮的这种情形。到了场地，那个执行官就说站住，他们就知道最后时刻到了，开始高唱国旗歌，喊口号。龙华24烈士年轻的相貌永远存活在鲁迅的记忆中，他后来在给《殷夫诗集》《海尔塔》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说，他们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最常触目惊心的就是冯肯的一件带血迹的毛线衣，上面枪洞都还在，她的丈夫一眼看到，他说这个毛线衣就是冯肯的。这个整个一个被枪杀这个过程非常壮丽，他是秘密枪杀，这一个多月以后外界才传出来。后来嘛，斯穆特莱就去看望鲁迅，鲁迅那时候嘛就是头发也没剃，眼睛深奥，面色黝黑，但是两个眼睛是黑深深的，就是斯穆莱他这样描写他的。鲁迅在1月20号已经得到信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地下党已经安排鲁迅马上进行隐蔽，因为在柔石的口袋里被搜出来一张合同，上面有鲁迅的签名，所以当局呢马上就拷问柔石，说上面鲁迅，那你跟鲁迅什么关系？鲁迅在哪里？你带我们去找他。柔石就说，这个我只是带别人去送一下这个合同，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人看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报告共产国际，得到批准。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提出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并规定筹备工作由苏区中央局负责。与此同时，1931年的春天，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中央苏区，随着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为召开一苏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地展开了。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报》一创刊即发布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发表了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的署名文章，还有一系列宣言通电。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因国民党军发动第三次围剿，苏区中央局于6月下旬又决定将大会改在11月7日召开。打破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围剿后，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此时，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琼崖等根据地也都有了相当规模。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公布与施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成了最迫切的任务。所以说，没有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就不可能有一苏大的召开，也不可能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1931年9月28日，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机关抵达瑞金县城东北的叶坪村。原来是准备整部机关转移到长汀去的，以长汀为中心来领导红军下一阶段的这个打土围、拔北点、巩固苏区的行动。就在瑞金的叶坪村，按照原定计划准备在那里休息一天，然后再继续东进。但当苏区中央局听取了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情况汇报后，改变了原定的计划。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的几年中，经历了上海地下斗争的考验，参加领导了左右江起义，已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他是1931年8月初到瑞金的。当时中共瑞金县委正在搞所谓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使得瑞金县的干部人人自危，不敢抓工作，给苏区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个邓小平就正式以这个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啊，主持工作，领导开展了这个，一系列这个拨乱反正的这个工作。这样呢，瑞金县的这个党政领导干部啊，精神呈现振作起来，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方面的工作呢，很快得到恢复发展，生机勃勃。古张参天的叶坪，以宁静安详的本色，迎来了热烈的图景。苏区中央局了解掌握了瑞金情况后，立即做出将红军主力分布于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在叶坪居中指挥的决定，同时还向中共中央报告在叶坪召开一苏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选在瑞金的方案就这样形成了。瑞金啊，它在闽赣两省交界地区，在武夷山的这个西侧。瑞金有一条沿江，当时通航，坐船从瑞金可以通到赣南各县，还可以通到吉安、南昌甚至上海。历史的瑞金以淘金采矿掘地得金，金为瑞，
而得名，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和客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沿江两岸四开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可见他富裕。为迎接伊苏大召开，叶平收割过的稻田被平整为广场，广场上搭起了简易的阅兵台。历史需要这样一次检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31年，跨过了整整十年，风雨如磐的十年。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许多血与火的考验。叶平村的谢家祠堂被选作了伊苏大的主会场，红军的宣传队员们对会场进行了精心布置。主席台背景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中间是鲜红的党旗，台口两侧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下联是建立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前的八个大字工农炮垒民主专政，概括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属性，表达了为人民打天下、为人民掌政权的民主要求。据说当时红军战士们还特意用缴获的手摇发电机为会场挂起了一些小小的电灯泡，星星点点，流光溢彩。看到这情景的人们都奔走相告，我将要看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咕咕坠地了。经过几个月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按照苏准会讨论通过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各苏区出席伊苏大的代表已经按时选举产生。据统计，各苏区选举产生的代表共290人，代表总数比原计划增加41人，加上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的代表和列席代表，代表总人数共计610人。共产国际对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充满了期待，他们认为这个在中国江西南部一个人们闻所未闻的小城里发生的事件，是如列宁所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伟大事件，是让统治阶级发抖，让无产者失去锁链而获得整个世界的伟大事件。1930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听取并讨论了关于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向世界各党发出关于开展支持这次代表大会活动的宣传材料。其电文指出，11月初中国将召开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强调一，中国红军的英雄主义精神；二，苏维埃运动的成就；三，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人民群众摆脱极大的苦难和实行国家的统一；四，苏区实行的根本任务是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军阀制度，推翻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独立。随着红色交通线的打通，一批批领导干部、专业人才从白色恐怖的大城市转移到瑞金，他们中就有被敌人追杀的钱壮飞、胡底，还有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文艺战士沙可夫、李伯昭，有懂经济管理的毛泽民等等。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这里的天是蓝的，这里的空气是自由的。于是创作的热情被点燃起来，很快创排了一台新戏。据说连彭德怀、林彪、罗荣桓、何叔衡也都上台试了身手。为迎接一苏大召开，红军总政治部还举办了一个红军战利品展览，各区乡都组织了龙灯队、秧歌队、锣鼓队。为防敌机空袭，大会筹备处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安排长汀县委在长汀城郊搭建了一个假会场，以迷惑敌人。同时决定将阅兵式、授旗仪式等大型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晨举行，七时前结束，以确保大会的安全。大会筹备处还为出席大会的所有代表印制了一枚精美的代表证章。这里的夜是难眠的，灯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常常讨论到深夜。作为第一部体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思想的根本大法，从1930年3月到1931年11月，起草过程历时1年08个月，数亿起稿，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开宗明义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仅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他要在全中国所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全部完成只有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仅号召全国人民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解放、全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在这个根本大法的前提下还有若干的法律，比如说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民法等等，了不起。1931年11月7日，经过整整1年半的努力，五定开幕日期、四次延期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了。这天清晨，东方西微之时，叶坪广场上人声鼎沸，彩旗招展。许多人回忆，骑马阅兵的朱德总司令那天特意穿上了皮鞋，阅兵司令叶剑英举刀相随，也换上了皮鞋。由红三军、红四军、红七军、红十二军、红三军团与红军学校、赤卫队和少先队组成的8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参加聚会的军民有上万人。当执行主席宣布开幕之时，会场内外顿时鞭炮齐放，鼓乐喧天，场内场外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隆重、简短、热烈的开幕式结束后，苏区中央局在瑞金的7位委员留下了这张合影。王稼祥回忆，入夜，叶坪村和瑞金城同时举行了提灯晚会。到会的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马灯、龙灯、茶
茶灯、船灯、五星灯，拎在手里，挂在树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到处都是笑语欢声。提灯晚会一连进行了三个晚上，千年瑞金还是头一回这么热闹。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代表们都抑制不住兴奋，热烈地交谈着。有的说，今天的庆祝场面太壮观了，能参加如此盛典真是不虚此生。有的说，我们党带领劳苦群众浴血奋战才十年，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我们再拼命奋斗它十年二十年，完全有可能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府，到那时我们参加庆祝大会，那才叫不虚此生呢。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时14天，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所做的政治报告，讨论通过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选举产生了63名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像沉沉黑夜中炸响的惊雷，一苏大的召开震动了蒋介石政府。果不出所料，大会开幕之日，有10几架敌机轰炸了长汀瑞金，投弹100余枚，烧屋100余栋，死伤数10人。幸有假会场的布置与掩护，叶挺安然无恙。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所做的政治问题报告，回顾和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充分肯定了中央苏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并将话题转向了胜利以后路更长的深刻命题，说到了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面对的挑战与策略，奋斗的方向和思考，严肃地指出，临时中央政府在目前的时局下，在人民托付的使命之下，要反对那种柔弱的怕战争的心理，只有摧毁敌人的火力，推翻敌人的政权，才有我们真正说话的余地。沐浴着金色的晨光，在叶挺阅兵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授旗颁奖典礼。大会主席团宣布，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2军、第3军、第4军、第6军、第10军、第12军、第16军和第3军团以奖旗。旗面上绣着“奋勇决胜”“勇敢作战”“牺牲决战”“英勇冲锋”“奋勇杀敌”“艰苦奋斗”“沉着杀敌”“坚强苦战”“坚决奋斗”，这是苏区人民给予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的褒奖，它表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利益而战是神圣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民国家的金色起点。毛泽东说，我们一定会把红旗子插遍
全国去。